太行山西麓的寿阳，有一条河叫太平河。传说唐朝末年，皇朝率领农民起义军，途经河边，与驻地官兵厮杀于此，双方死伤无数，血流成河。 这条河水至今还是红颜色的，河两岸的人们一代一代就是喝着这条红河水繁衍至今。同时，这红河水也让河两岸的人们有了刚烈无比的血性。 历史的河流来到民国，太平河边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出现了一位代表人物，那就是我们的主人公胤禛之。他于1931年3月12日出生于太平河边的赵家脑村。 赶紧过去赔不是啊！道歉，谁让他骂我的？哎，我说你个女孩子家家怎么写的像个男孩子呀？赶紧过去又道歉啊，要不然看我今天怎么惩罚你！提他没有？阿姨呀，哎，我带孩子去看看，孩子好好多含留血了。哎，你看看，哎呦，你看，二哥，这孩子可得好好管教管教了，这要不以后不知道给你捅多大娄子了。说的是的呢，是的。咱不要看了，赶紧走吧。哎呦，那可真对不住了啊。 没事吧？看你家孩子，你说，还有半点女孩子样子吗？啊，打架，啊，爬树掏鸟窝，那男孩子啊都不敢干的活儿，我看你一人全干了，你能耐是不是啊？哎，是不是你觉得你爹妈不在身边，我这个当姨的管不了你？你说，你今天咬人是不是错了？ 让他骂弄我去！现在我也没掏鸟啊，我没错。你怎么还没错呢？你给我说清楚，今天错没错？我就是没错，还就是没错，嘴硬是不是？打死你！我还收拾不了你了。你说，你说你错没错？没错。 你再说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不是？没错没错错没错啊！你人头见脑，糖果梳子，有人要的没有？师傅啊，我家刀钝了。
带磨刀的家伙事儿了吗？大姐啊，让你赶着了，正好带着呢。那行，进屋帮我磨一下吧。哎。罚你在这反省，我不叫你进屋啊，不许进屋，听到没有？放心吧，天锁同志，这份情报我会连夜送出去的。说说走之后面的打算。我的信仰决定，我必须有所抛弃。我信。哦，大姐，刀磨好了，你试试吧。啊，好着呢。哦，她是我亲外甥女儿，家就住在赵家脑，她爹是银耳公。我走了，大姐。二姨，信仰是个什么东西啊？让你站在院子里反省，你跑到那头领大人说话干什么呀？那信仰到底是什么东西嘛？是能吃的吗？以后当着外人啊，不许再提这两个字儿。你爹他已经回来了，过两天啊就接你回去。接着站着反省去。今天啊不在咬人的事情上认错，你就别想吃饭。这还能去哪儿？还不是到处干活挣饭吃呢。爹娘对不住你啊！你见着我娘了？我去太原见了你娘和你弟弟了。那你为啥不带我去见娘？你们就是重男轻女，你要把弟弟带在身边，你我老不在家。别瞎想。哎呀，你娘和你弟弟在太原过得可不如意，这回他见了我，他老念叨你，你娘可牵挂你了。我有啥可牵挂的？再说了，二姨对我可好了，老给我做好吃的。我知道你二姨对你好，可你是不是老给她惹事儿？我哪惹事儿？哎，爹，问你个东西，看你知道不？你问呗。爹，信仰是什么呀？别大人说这个。哎呀，你怎么跟我二姨一样，都那么害怕说这个？你二姨和你说这个了？没有啊，是一个找二姨的叔叔说的。啊，信仰，它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东西，那是什么呀？怎么跟二姨都神神秘秘的？它是个念想。念想？这么讲吧。你知道八路军吗？知道。这个老郭，爸，老赵，找我有事儿。有个老相识来找你，在家门口等着呢。那赶紧走啊！好，走。二公啊，啊，这许干部。哎，快进屋，进屋。好。林志，去大爷家借点粮食，赶紧回，帮他做饭啊！
爸，来，过来吃饭。今天给你做点好的。嗯，你呀，以后少跟那个李丰柱来往啊，我看他不像什么好人。人怎么不是好人啊？人家给国民革命军办事儿，只要是打鬼的，那都是好人。别人跟你争两粮就说人不好，那他给我要银元干啥？嗯，我看他说给革命军征粮，那都是幌子。哼，只要刀不架在我脖子上，我不给他粮食。呀，大爷哥。明芝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没吃了吧？做吃的。不了，哥，我爹让我来借点粮食。啊，借粮啊？明芝啊，哎呀，不是大爷不借给你，啊，这救急不救穷。上次你爹他借的粮食，拿走了，他啥也没说也。吃饱了。明芝他爹，我叔，那可是你亲弟呢。不是，我没说不借，我是说他这个理。什么理不理的？等着啊，林芝，我给你取粮食去。不是，我没说不借，我是说这粮食吧，这都是汗水换的啊，得珍惜。这就吃完了。你说这孩子，嗯。知道您老在这一带经常的活动，路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交通员在西城之前，让我们来找你。你说什么？老凤阳牺牲了？寿阳车站来了一趟鬼子军列，军列上装的都是小鬼子的武器弹药。只要能炸掉他，扫荡我们根据地的小鬼子就只能撤退。这样不仅可以巩固我们的根据地。还可以在赵家脑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那就炸了它。据可靠情报，小鬼子会在凌晨六点准时发车，所以我们必须赶在凌晨六点之前赶到铁路沿线埋好炸药。可是各个路口都是鬼子把守，我们带着炸药根本就过不去。今天呀，我带着他们走了所有的路都走不通，才过来找你。看你不在，都快急死我了。老汾阳牺牲之前跟你们说过，你们不通过路卡也能到那儿。我闺女一年多没见我了，我这不才回家吗？这就我们知道，你已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明芝，回来了。啊，赶紧回去吧。没问题，要不先做点吃的，吃饱了再走。别吃了，赶时间，饿一两顿没关系。老爸，咱们走。林芝啊。饭就做你一个人吃的。爹和叔叔有点急事儿，出去一趟。你看我家，啊。爹，爹，
你保证你这次不会把我一个人落下，不会又很长时间不回来。我保证让你明天见着你爹。说实话，一个人在家害不害怕呀？那有什么害怕的？哇，这胆儿还真不小。那明天给我们做顿饭，等我们回来吃。咱们走。你从大陆直奔县城，无论我们是否得手，你都会最先得到消息，然后把消息赶紧报告给上级。好，那我去了。去看着点。
吃东西，这肚子还叽里咕噜。可能是着凉了。你闺女今天把烙饼也没吃，哎，这肚子饿着啊！你说这时候要热热乎乎的烙饼卷豆腐干，咬上一口，哎呦，他妈没酸！快别说了，我都快流哈喇子了。一会儿炸掉它，回去吃烙饼。哎，志鹏，快炸！我去把他叫回来。来不及了。一会儿啊，我把小鬼子引开，你来点炸药。不，我去引开小鬼子吧。别争，我是共产党员，听我的。而且我答应你闺女，你今天必须得回去。爹，你快吃吧，还热着呢。爹，那个……你找他说他回去了。另一个，他是八路军的干部，他死了。
爹，他叫什么名字？他没说，我也忘了问了。他只说他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不是他，你爹。明芝啊，你不是问我信仰是什么吗？他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醒来后，好长时间都没有出过屋，直到外面剧烈的砸门声，才把他叫了起来。元芝，陈总说，二公啊，进屋，我有话跟你说。元芝，你在院里看着点啊。公啊，我给您带来了两个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吧？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吧。由于你们成功的炸毁了敌人的军用列车，让扫荡根据地的日军得不到有效的物资补充，所以啊，他们撤退了。与此相反，我们根据地的势力范围扩大了，现在状态已经归我们控制了。啊，那第二个好消息呢？你看，你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请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聂二公同志，祝贺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看来，你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哦，对了，你看啊，现在加上你啊，赵家老村就是四位共产党员了，可以成立党支部了。抓紧时间，开个碰头会。哎，行了，我走了。过几天呀，我带一个抗日干部过来。啊，咱们村呀要成立一个抗日小学，请他过来做教员。好。叔。啊。我能像我爹那样加入共产党吗？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你们老说信仰信仰的，是不是加入共产党就有了？明志啊，别闹，这是大人的事儿。他还真没闹，细想想啊，还真是那么回事。孩子，你现在还小，还不可以。不过，你可以先加入儿童团，再到咱们抗日小学学点文化，多认些字。好啊，在哪儿？我明天就去学。我看出来了，咱们灵芝啊还是个急性子。你放心吧，会有的啊，而且很快。行了，我走了。这几年在外面是不是一直在给八路军办事儿？林芝，你是不是有些埋怨爹啊？不是，爹，我为你感到骄傲。哦，其实啊，爹干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事儿。哎，爹刚干的时候啊，心里还真是有些害怕，我老想着你们，哦，还有你娘。可是我看着身边那些个共产党员，面对小日本，面对牺牲的时候，一个个都不怕死，我就在心里问自己，他们是为什么呢？慢慢的，我就有些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怕死了。是因为你们说的那个信仰吗？以前还有些模糊，可是刚才我宣誓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信仰。看来这个信仰真的挺神奇的。可是，它到底是什么呢？不久，村里进驻了八路军，也成立了抗日小学。李明志加入了儿童团。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先生，从今天开始就由我来教大家读书识字。今天是第一堂课，我就教大家认写自己的名字，好不好？好。那好，从前往后一个个上来告诉我你的名字，我会把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到这块黑板上，你们一定要记住我是怎么写的，同时我也会记住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好不好？好。来，你先来。先生，我叫王二虎。王二虎，好名字，听着就有劲儿。王，二。这是咱们赵家脑村第一次召开党支部会议，在开会之前，我宣读一份组织任命，啊，任命尹尔恭同志担任赵家脑村党支部书记。王梅，记住了吗？记住了。好，下一个。你叫什么名字？尹灵芝。是仙草灵芝的那个灵芝吗？就是草药那两个字。好，我知道了，看好啊。尹灵，那就散会，大家赶紧分头去准备啊。好，好，好，走。
二公啊，我得去趟学校，儿童团成立了，就得好好发挥它的作用。啊，咱们呀、啊、就得在这帮孩子里边选一个儿童团的团长。嗯。哦，你觉得谁家的孩子合适啊？有好几个呢，不过我离家太久了，对他们的印象呢，也是几年前的。现在都变成啥样，还真不好说。反正啊，得找个胆大的，要不然真要闹点啥事儿，那还不吓尿了裤子。可怎么能知道谁胆大？哎，嗯，村北头去野雀坡的那条路上，是不是有一片乱坟岗子？是啊，怎么了？行了，我走了。哎，对了，今天晚上的碰头会啊，不碰了。我有点事儿啊！哎，你不会让孩子过乱坟岗子吧？好了，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在黑板上了，你们在心里一定要记住刚才我是怎么写的。现在我要把他们全都擦掉，大家可以先出去玩一会儿。一会儿进来的时候，我会让你们每一个人都上来，写自己的名字，明白了吗？明白了。好，我这里有把哨子，听到哨声，就是上课了。好了，玩去吧。哦。尹灵芝，对吧？对。别人都去玩了，你怎么不去啊？我想知道“信仰”这两个字怎么写。信仰。信。仰。信仰这两个字，就这么写。先生，能给我讲讲这两个字吗？好，我就给你讲讲信仰。信仰这两个字啊，它本来的含义其实是源于宗教。信仰呢？张先生，请出来一下，有事和你商量。好。儿童团成立了，得选个当团长的。有合适的人选吗？这不来找你了。啊，把孩子们集合起来，咱们现在就选。行。咱们的儿童团成立了，但是现在还没有选团长呢，啊！你们谁愿当啊？我我要！啊！你们都想当啊？我当。哼！可是啊，只有一个人能当，那怎么办呀？你当！听着，我这儿有一个任务，你们谁要完成了这个任务，谁就当这个儿童团的团长，好不好？好。这个任务就是，这儿有一封信，需要从村北头出村，然后把这封信送到野雀坡的村长家里，再连夜赶回来。那路上有个乱坟岗子，听说老闹鬼。
去。尹灵芝，你是女孩子，不能去。坐下。先生，你别瞧不起我们女孩子，不就是过个乱坟岗子吗？我在我们村就数我胆最大，不信你问他们。对，在我们村就数林芝胆子最大。对，她是胆大，老跟我们男孩子打架，我们都不把她当女孩子。去野雀坡，你走过吗？白天走过，晚上。可是我要求连夜赶回来呀、啊，是不是晚上不敢走啊？那有什么不敢走的？把信给我吧。必须连夜赶回来呀、啊。放心吧。老爷，老爷。哎呀，是张先生啊！哎，快屋里坐啊！不了不了不了，哎呀，我说老尹呐，以后你就别叫我先生了，还是叫同志，这样感觉有劲儿。我也是共产党员。好好好，以后不叫了。啊，对了，老尹，我来是要通知你一声，灵芝今天晚上可能会回来的晚一些，天锁同志派他去完成一个任务，他怕你担心，特意叮嘱我过来告诉你一下。是不是让他去野雀坡了？哎，你怎么知道？我还知道，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选儿童团长的事儿。哎，我说老尹呐，你这是能掐会算呐，连这你都知道？不是我会算，是天锁同志告诉我选儿童团长的事儿了。他还问了我，去野雀坡是不是要经过乱坟岗子？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张同志，来来来，哎，我您坐了，不坐了。哎呀，我还有事问你。哎，好，我就不明白了啊，这选个儿童团长，干嘛非要挑胆大的？啊，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他之所以坚持一定要选个胆大的，是因为他之前有过一次血的教训。怎么回事儿？以前有一次鬼子扫荡，由于缺少人手，他就派了个儿童团长到邻村去通报撤退。中途碰上了鬼子，儿童团长吓坏了，结果消息没送出去，鬼子血洗了村子，死了好多人。哦，明白了。可灵芝毕竟是个女孩子，这村里就没一个男孩敢一个人夜晚去野雀坡。这个还真就没有，当时只有灵芝一个人胆子大，自告奋勇去的。哎呀，要说胆大，这丫头确实是胆大，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灵芝虽说是胆大，可毕竟要过那个乱坟岗子。说实话，我有时候走夜路经过那个地方，我都腿软。放心吧，老爷，出不了事儿。啊，我先回去了。个女的，多钱？站住！站住！干什么来的？我来给村长送信的。就你一个人来的？你没长眼睛吗？快带我去村长家。好好好，跟我来。村长应该还在村委会呢。知道了。我来给你安排住的地方吧。不住了，我要连夜赶回去呢。
要梁毅回去啊？天都这么黑了，一个人走路啊很不安全。这样吧，明天天亮了你再走吧。我必须连夜赶回去。有任务？那我安排一个人送你回去吧。我只能自己回去，你要安排人送我，我就当不了儿童团长了。儿童团长？这天寿同志搞的什么名堂啊？村长，您快写收条吧，我得走了。哎，好好，我马上给你写。他这夜里还要一个人回去，不能走，秦人的风岗老闹鬼，真有鬼。他胆子还真大。是啊，一个女孩子敢夜走乱坟岗，她的确胆儿挺大的。我能放心让你一个女孩子家的走这样的夜路吗？照你这么说，我去和回来你都一直在后边跟着我了。是啊。那我也算是把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那我也说话算话，赵家脑村儿童团团长就是你引灵芝了。孩子们，从今天起尹灵芝就是我们赵家脑村儿童团的团长了。既然有了团长，我们今天就上一堂和儿童团有关的课。我教大家唱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歌词我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我唱一句，大家跟我学一句，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必定是我们。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滴答，滴滴答滴答。小兄弟们呀，小兄弟们呀，小姊妹们呀，小姊妹们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呀。牵着手前进，牵着手前进，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地主和军阀，我们的精神使他们害怕，我们的精神使他们害怕。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时刻准备着。这些孩子就是我们坚持革命的希望。我听杜尔凤同志说，你自己的孩子，所以为了我们那些失去的亲人，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咬紧牙关坚持住，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孩子们，现在我们完整的唱一遍，好不好？好。
准备好了吗？预备，唱。准备好了吗？时光准备着，我们都是红帐儿童团。将来的主人一定是我们，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小兄弟们呀，小姐妹们呀，我们将来是无穷的呀。牵着手前进，时刻准备着，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一国主义者，一诸侯军阀，我们军山是常人害怕。快团结起来，时刻准备着，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红色的儿童，时刻准备着，拿起刀枪参加红军，打倒马蹄疾，保卫苏维埃，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天志，做饭呢？天佐说，有什么任务？啊？那我来找你就只有任务啊？奇怪了，你找我要是没有任务，我倒不奇怪。哎呀，哼，没办法呀。我知道，你儿童团的工作已经很多了，可是啊，还得往你的肩上压一副担子。什么担子？妇救会主任在带领支前队往前线送东西的时候负了重伤，这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我想把妇救会的工作压在你的肩上。具体任务是什么？来，坐这儿，坐下，我跟你说。这具体的任务啊，就是继续守军衔位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动员家庭送子参军。这妇救会的活可是大人的任务，我要是把大人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受只能18岁才能入党的规定，就可以破格让我加入共产党了？跟我谈条件，保证完成妇救会的工作。现在啊，任命你为赵家脑村妇救会副主任，我会把任命以文字的形式上报组织。一根灯，一根灯，一根灯，一把大烟斗，灯一根灯，一根灯，一根灯，一把大烟斗。又来接粮食啊？大爷，怎么我一来就老想着我是借粮食来了？那你不借粮食，你借啥呀？我什么也不借，我是来动员我哥参军的。哎，这儿童团长还管这事儿啊？我现在不仅是儿童团长，我还是妇救会副主任。这参军是为了打鬼子。哎，别给大爷讲这么多大道理啊，我懂。我是想知道，就是在你那儿，我要说不让他去管用吗？不管用。呀，那你这事儿你得问你哥去了。他要不愿意，那你总不能拿枪压着他吧？别人家参军打鬼子都有第二个人了，你们家一个人也没有。林志，来，是不是我要参军打鬼子，你的任务就完成了？这都是打鬼子，就算我要参军，我也得去那正儿八经的国军，我可不去你们那什么共产党的八路军游击队，那缺吃少穿，武器也差，
那能顶什么用？不管尹灵芝的堂哥要参加国军，还是参加八路军，反正没等他参加成，小鬼子就宣布投降了。但战争远没有结束，就像这对争吵兄妹一样，共产党和国民党这对在抗击倭寇中并肩合作的兄弟反目了，并在根据地的争夺上开始了拉锯。抗日战争的胜利没能给尹灵芝带来喜悦，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他那一直在太原给人家帮佣的母亲因病无钱医治而去世了，跟着母亲的弟弟也夭折了。但是他的痛苦并没有结束，更大的痛苦离他越来越近了。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对八路军解放区进行了水漫式的进攻，取得了成效。在进攻赵家脑村多次都失败的情况下，终于偷袭成功，进了村儿。尹灵芝那时被派到区委进行反间清算训练班学习，不在村里。乡亲们，大家都不要怕，今天把大家集中到这儿，不为别的，就是抓共产党。我知道在咱们赵家脑村一共有四个共产党员，今天只要谁能在现场把这四个共产党员指认出来，我们就奖赏他400块大洋。这样吧，乡亲们，我现在就把这四个共产党员告诉你们：尹尔恭、赵守义、刘伯海、罗海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四个共产党员是谁了，只要有人现场能够指认出他们，这400块大洋我们还照赏给他。这共产党给你们施了什么法啊？这么欺心？你们以为你们不指认我就没办法了？随便抓四个年轻人上来。这个，你们四个共产党给我听着，如果你们现在还不主动站出来，那么我就把他们当成共产党。
你们四个是真不怕死，还是你们愿意为那四个共产党去死？哎呀，真希望你们是我的兵啊！我是共产党员。我就是尹二空，我也是共产党员，我就赵守义。还有两个，好，他的死由你们负责，带走。是为这四个共党分子来的，命令部队边打边撤。是，把这四个人带河边驻地枪决。好了，河边。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的水漫式进攻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反水漫式进攻的拉锯中，八路军又把赵家脑村夺了回来。在区委学习完，尹灵芝回到了赵家脑，可是他并不知道他的父亲尹二公已经不在了。大爷，大爷啊，大爷，村里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人们一见到我就跟夺我什么似的？你先回家。林志，说，有任务。说，是不是我爹出事了？灵芝啊，来，咱们进屋啊，来，来，来，坐下。
说，是不是我爹被抓了？孩子，你爹牺牲了，林志。我在这儿陪着灵芝就好了。行，我先过去，一定要照顾好她，一刻都不能离开。好，放心吧。爹已经牺牲了，你再把身体给弄坏了，我们怎么对得起你爹？这个粮食是你大爷给你送来的。蹲了一晚上，这孩子他倔，我琢磨来琢磨去，我不放心，所以。
我要加入组织，我要入党。当你的入党介绍人，你写完入党申请书，我替你递给组织。那我现在就回去写。等一下，我有事跟你商量。本来啊，不想跟你说，也不应该这时候跟你说。可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不能再拖了。你就安排任务吧。赵家脑村参加八路军决死队的有6位同志牺牲在外面了，这些人家庭生活都很困难，我想成立个互助组，让他们能够互帮互助。交给我吧。赵奶奶，我表哥牺牲了，你别太难过，家里只剩你自己了，所以我们想搞一个互助组。大爷，你别哭了，我爹也你奶奶。你奶奶，我引哥哥牺牲了，您别太难过，家里就您一个人，您也挺困难的。我看还是等到尹灵芝18岁时，我们再讨论她的入党问题吧。我认为啊，破格吸收尹灵芝入党有下面几个理由。第一，他彻彻底底的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非常热爱党，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第二，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敌我斗争的环境下，他的表现已经证明他经受住了党对他的考验。第三，赵家脑村党支部一共有4位共产党员，现在全部牺牲了，这其中啊就包括他的父亲。我们迫切的需要啊新鲜的血液呀。第四，他虽然是赵家脑村儿童团的团长，可他同时还兼着赵家脑村妇幼会主任的工作，这本身就是大人做的工作嘛。还有第五，天锁同志，我们大家都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任何人不能破坏规矩。至于你说的破格吸收的问题，我们不能擅自做主，必须要向上一级组织汇报，只要上一级组织同意了，我们没有问题，肯定同意，是吧？可是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啊。下面我们再说一说土改的问题。林志，林志啊，天锁叔啊，刚从区委回来吧？啊，又有新任务？我正要跟你商量呢。你说。这次上级下达的任务啊，是要开展土地改革。咱们赵家脑村是试点村。怎么改？我们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只是减租减息，现在要变成土地重新分配。重新分配？嗯，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把没收的土地分给农民。
我们村的地主是我大爷尹尔温。大爷，你肩疼吧？你揉揉。行了，行了，我不用，不用，你赶紧坐那儿去，去。啊。说吧，你这回是想要多少粮食啊？大爷，你说你留那么多粮食干什么呀？不是你这啥意思啊？啊？你没听说吗？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家呀，得勤俭持家，啊，这勤呐，就是对这个土地得勤操持。只要对这个土地，我来就是跟你说土地的。土地什么土地？那谁的土地啊？就说你的土地啊。我的土地哪有什么好说的？我想把你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那是我的地，分给农民，为什么呀？大爷，你看啊，农民没有土地种，所以农民的孩子都去参军打仗了。可打仗为什么呀？打仗不就是为了保护你的土地吗？可打仗也是需要流血牺牲的呀。你说为了保护你的土地流血牺牲，你不得拿出来土地分分，表示表示？你别在这儿给我胡搅蛮缠，啊！你这是抢我的地呀！不是抢，是让你自愿。我不自愿。你不自愿不行。那个败家的玩意儿，这是你大爷从衙缝里头省吃俭用多少年攒下来的，分了我的地，那除非你把我绑喽。你要是不自愿，我就真把你绑了。去，你把丁志喊来去。啊？这小兔子矮子，你说说，哎，把他大爷绑起来，说绑你们，真把他绑树上了。我们还以为团长要大义灭亲，所以没这么两句气话吗？林志，你个小兔子矮子，你还是老尹家人不是吧？给我松！当然是了呀，正因为你是我亲大爷，所以。你不能骂我小兔崽子，那我要是小兔崽子，那你是什么呀？小兔崽子，你成心气我吧你！哎呀，行了，大爷，你赶紧自愿吧，自愿了，我让他们赶紧把你放下来啊！我不自愿，你就是一枪把我崩了，我也不自愿。崩了你？你以为我不敢？给我！哎，小兔崽子，长本事了你是吧？来，扎吧，扎！啊！你要不扎，你就不是老尹家的人，你就不是儿童团长。扎呀，个兔
站站，你站。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你要是不自愿，就不给你松绑，不给你吃的，不给你喝的。什么时候等你饿得愿意自愿了，我再给你松绑。反正我是儿童团团长，没有我的同意，就算把你饿死，他们也不会给你松绑的。小兔崽子你！那我先走了啊，你自己慢慢想，走。兔崽子，给我松绑。大爷，你自愿的啊。给我松绑。先走着。好，停止。灵芝啊，你看，你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你爹就是在这屋跟我宣誓入党的。今天，你又跟着我宣誓。我希望你接过你爹的旗帜。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要做群众的模范。要保守党的秘密。要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百折不挠，永不叛党。祝贺你，尹灵芝同志，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组织上有什么新的任务？新的任务啊，就是粮食。现在中心的任务就是粮食。粮食？对啊，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谁收获了现在的秋粮，谁就为最后的胜利争取了主动。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配合八路军和武工队把秋粮抢收了，然后把收获的粮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现在已经在鲁军的控制区，天草同志负了重伤，他根据我来告诉你，粮食转移已经来不及了。敌人是从村子两条路夹击过来的，我八路军和武工队在村子两条路奋力阻击，现在要求把粮食就地隐藏，然后全部从小路安全转移。知道了，要迁走处放心吧。 大爷，你不生我气了？能不生气吗？嗯？再生气，我也是你大爷。报告，洞里没有。报告，这个洞里也没有。 就这么屁大点地方，那么多粮食，能藏哪儿呢？刚抓的女孩是个共党，她还是这个村的妇救会主任。那她一定知道粮食藏在哪儿。他们说你是个共产党，还是个妇救会主任。 不就是一个孩子吗？
是共产党吗？我不是，你告错人了。你要说你是个共产党，只能说你神经有问题，不是憨子就是傻子。可你要说你不是，那你肯定就是个共党分子。我现在可以肯定你就是一个共产党。说，粮食藏哪了？熟悉的工党味儿，用你的办法让他说出粮食藏哪了。要肯定他是个共产分子，那我就不敢保证他能开口。试试吧。我听说这赵家脑出美女，你长得的确挺漂亮，尤其是这眼睛漂亮。可是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粮食藏在哪，那我就会用这把火钩子从你的耳朵里插进去，可结果会怎样？结果是你的眼球会从你的眼睛里崩裂出来。我给你一分钟时间，你考虑清楚是要粮食还是要眼睛。先到。共产党都怎么炼成的？醒了还能说话？能说话也不会告诉你粮食藏哪的。传令，晚上驻扎宗爱镇，把他带上。是。小妹妹，小妹妹。小心，你这是终于醒了。昨天把你扔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大姐，哎，这是哪儿啊？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哪儿。你是因为啥被抓进来的？知道他，
毛主席还给他写过字呢。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李连珍，对他们在做最后一次努力。是。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可听清楚了，你愿意在此白转生书上签字吗？就是自愿脱离共产党，你就能活命。真的不怕死？没有人不怕死，但心中有了信仰，就不怕了。死硬分子，查了。永不叛党。